作为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负责人，宋美龄四处奔波，差一点被敌机夺取生命。10月23日上午，宋美龄同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副官张琦乘坐篷车由南京去上海，他要去前线视察，看望伤员。车开得很快，过了苏州，路上的弹坑越来越多，车子放慢了速度，天上有日本飞机在盘旋侦察。雷鸣般的发动机轰隆隆地在头顶滚响，日军的轰炸机朝着轿车冲来，司机加大了油门，这时突然一声巨响，轿车后轮爆破，轿车翻下了路旁的土沟，车里的人甩到了路上。宋美龄昏过去了，脸上沾着泥土，四肢瘫软，她没有擦伤，头和手都没有血。宋美龄想了一下说，不用停留，继续去上海，我们去前线。轿车继续朝前方行驶，在阵地上，他向浴血奋战的士兵发表演说。他亲切地走到一位少尉排长面前，在战场上你怎样指挥士兵？报告夫人，排长一个立正，我喊弟兄们冲啊！宋美龄微笑着，你应该喊弟兄们跟我来。掌声又一次响起来，但是宋美龄又昏倒了。当她醒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折断了一根肋骨，需要休养。她没有倒下，稍事休整后依然在抗战的烽烟中奔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就有难童400万，需要救济的至少10万。为了抢救这些难童，1938年3月10日，宋美龄与沈君儒、蔡元培等人一起，在汉口成立了战士儿童保育会，先后成立20余个分会及数十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各个地方。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宋美龄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个凄惨的场面：烟柱冲天，烈火冲天，炸成废墟的村庄前，年轻的母亲躺在血泊中，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她的怀里哭喊。这是宋美龄在妇幼会任职期间视察途中遇到的一幕，这一幕刻骨铭心，他心急如焚，决心到美国去寻求支持。他相信美利坚总统会伸出援助之手。正是由于他的外交上的努力，对中国空军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1932年，宋美龄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的组建，日后被空军誉为中国空军之母。到达美国后，宋美龄到处做中国抗战的报告和演讲，她用她对抗战的激情唤起美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风姿绰约的宋美龄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接见，用流利的英语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形势，特别介绍了918以来日军在中国扩张挑衅的事实，在美国国会做了演讲，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人。 I can also show you that China is eager and ready to cooperate with you and other peoples to lay a true and lasting foundationfor a sane and progressive world society which would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arrogant or predatory neighbor to plunge future generations
into another orgy of blood. 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宋美龄本人首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这也是她第三次成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富有外交才能的宋美龄不花一分钱，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了120架飞机的援助和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队的承诺。这批飞机和美国空军的飞虎队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举行所谓的还都典礼，公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立傀儡政府。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日本的宣传工具以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造谣言，说他们正积聚财宝欲离开中国远走他乡。在这种情况下，宋氏三姐妹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他们三人一起决定在香港的公众场合一次交易舞会上公开露面。三位名声巨大而又政见不同的姐妹从未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因此此消息不胫而走，所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3月31日，宋霭龄与宋庆龄接受宋美龄的邀请启程同赴重庆，这也是他们进一步向国内外表示宋氏三姐妹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计前嫌，坚定地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站在一起的决心。当三姐妹的座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公开而热烈的欢迎，重庆的各大报纸争相追踪报道，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欢迎宋庆龄的到来。短评指出，当前抗战进入聚歼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大公报发表短评说，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